Hello， 我是小伟，我现在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。前几天我发布了这样一个视频，就是去巴基斯坦富人区的商场吃肯德基，然后那个卖肯德基的一个巴铁美女，她时不时的偷看我一下。这个视频发布之后，就有好多评论说我长得很丑啊，别人看你是，说怎么有这么丑的中国人，是不是？其实很多评论区大家说我丑，其实我没有什么意见啊，我的颜值是这样子，没办法，大家欣赏不了。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解释一下，自恋也是有一点点的，因为在国外吧，那个颜值在一定范围之内可能就是差不多的，那个外国人看你都是觉得这样子就是帅，而我的颜值可能就是在帅与丑的边缘，然后他们看我就也是觉得帅的那种。当然这也是一种自恋啊，因为在中国的时候我对我的颜值一点信心都没有，来到巴基斯坦之后时不时被别人拍照啊合影，而且还有女孩子和我拍照找我要联系方式，是不是？这些就慢慢提升了自己的信心，对自己的颜值有了一定的信心。只是开个玩笑，反正长得就是这样子。那个视频发布之后，我也评论了一条消息，就是有没有谁在支持我去吃一次肯德基。后来有一个爱心大哥，他也不愿意透露姓名，他赞助给我100人民币，让我再次去那个富人区的商场去吃肯德基，然后想办法要到那个女孩子的联系方式，而且他也不愿意透露姓名，因为这件事也可能不是太好吧，他不愿意透露姓名。我也理解他这种心态，他可能是想看不一样的巴基斯坦的视频吧。其实这种粉丝我是非常理解的，因为在巴基斯坦我拍的视频大多数都是帮助穷人，这种视频很多人都已经看腻了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拍一下不一样的视频。所以今天的话我又打算再次去那个富人区的商场去吃肯德基，看那个女孩子还在不在。如果在那里的话，我会想一定的方式看能不能要到她的联系方式。接下来我就准备打一辆出租车去商场， Let's go。 我感觉我今天打扮得非常帅气啊，从头到脚都是一身黑色的，黑色的鞋子，黑色的裤子，黑色的衣服，去那个富人区还是要打扮一下的。现在出发了，现在我已经来到路口了。刚才在打车软件上看了一下，那个摩托车比较便宜啊，125卢比，但是我给那个打车软件上面的价格给那个摩托车师傅看，他也不同意啊，他要250卢比，但是我300卢比就可以坐那个小车子去那个商场了，所以我又选择了坐那个汽车。现在我正在等车，车子还有8分钟过来吧。他们摩托车100多卢比过去是确实有点不划算，但是没办法，那如果按打车软件上的价格来打车也可以有摩托车过来，但是天气太热了，我还是坐出租车过去吧。车子已经过来了，就是前面这一辆，他正在过马路。现在巴基斯坦天气太热了，42度，这路边都有卖水的，这些做生意的人啊。现在我准备上车了，现在准备上车。OK。现在我已经到达目的地了，这就是巴基斯坦富人区最大的一个商场，这个中文名字叫半人马座酒店。
那么现在准备进去了，现在我已经来到商场内部了，这里空调非常凉快。现在是巴基斯坦的早晨时间11点多钟，商场人不是很多，准备去四楼去吃肯德基，肚子也饿了。切换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内部的环境，非常漂亮啊。现在我已经来到四楼了，四楼上面基本上都是吃的吧，肯德基其他餐馆都在四楼，四楼还有一个中餐馆在那个前面。我感觉早晨来的太早了，现在11点多钟，这里吃东西的一个人都没有，这边也没有工作人员，我去问一下。 Hello， 这边开业没有？我感觉还没开业。这个对，我顶了一个475的，今天少吃两块鸡肉吧。而工作人员没有上班啊，现在时间太早了。看一下你啊 yes one 对，那里面一个女孩子啊，Upsize $475。 这个 OK， 我今天是第一个在这里买东西的人，刚才又有三个人在这里买东西。我现在走过去吧，问他这里能不能送外卖。Hello boss， 这里能不能送外卖？Foodpanda， 这个Foodpanda 食物熊猫不能。这里能不能送外卖？Foodpanda delivery order for Foodpanda。Foodpanda yes。应该是要下载一个 APP 吧。我刚才让他们下载那个，他下载这个软件啊，这个是专门送外卖的。OK， 休克你啊，谢谢。这个单子已经顶好了，但是要等待20分钟。前面那里有一个绿色衣服的美女啊，她坐在我对面，刚才坐在我背面，后来又坐在我对面。这边现在人越来越多了，我的那个肯德基应该已经好了，差不多了。现在20分钟已经过去了，那边的餐已经顶好了。Hello。Coke 可乐。这里应该换了新的工作人员。之前我也是差不多下午1点钟过来的吧，现在已经接近12点钟了，是这个女孩子在这里工作。OK， 上去。肯德基已经上来了，这次只买了2块鸡肉，一个那个，还有一个这个沙拉，一杯喝的。这前面有个人挡住了，有个大叔挡住了，挡住前面美女视线了。现在已经快吃完了，只剩最后一块鸡肉了。但是我发现我后面来了一群美女，都是非常年轻的女孩子，看到没？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，她去上厕所了吧，坐在我后面。我等一下再买杯喝的。现在那个美女已经过来了。 Hello You're beautiful，非常漂亮啊，这几个女孩子都非常漂亮，而且她们也非常时髦。我再去买杯喝的吧，这个可乐已经喝完了。他们刚才问我叫什么名字啊，我叫那个 Nadia。 Good， Nice name
现在我去买杯喝的了，我去买杯喝的。刚才我和后面的女孩子聊天了，我找他们要联系方式，他们不给啊，他们有那个，还有其他的，但是他们可能是学生吧。我和他们聊说我想了解巴基斯坦的文化，现在心情有点不好啊。第一次在巴基斯坦找女孩子要联系方式，惨遭拒绝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巴基斯坦找女孩子要联系方式吧。现在也没心情吃这个东西了，已经吃不下去了。今天的自信心惨遭打击啊，说不定以后都不想来这边吃肯德基了。今天有点遗憾，也没有完成那个爱心网友的任务，让我去要女孩子联系方式，但是那个女孩子人都不在这里，我怎么去要？但是我还是拍了不同的美女给大家看，也相当于是弥补了大哥的好奇心吧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我是小伟，喜欢的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拜拜。